分呢、啊，我们接到有三通报案电话、啊、那曾说那个健康路某大楼四楼有小偷在里面，同仁跟屋主再三确认，是我可以让消防队同仁破门，他是同意的。那经过一番功夫，用一些相关的工具之后进入之后，发现里面其实是一个扫地机器人。扫地机器人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里面其实是一个扫地机器人。那大家还那个大声一点。这个声音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没有人呢、欸。没有人啊。扫地机器人啊。哦。哦。好。那你是之前。